我这边是2020年12月份回来的。以前我在重庆主城啊，从事健身行业。我也是2022年退伍回来的，之前在广东那边当兵。之前我是2022年退伍返乡的，退役士兵。陆军。对，陆军。之前我一直在重庆。做业务员，我新来的。这个我们叫一起奔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7个村共同成立的，把我们整个中乡啊一起把它整个资源盘活嘛。那领头羊是？我是金门村的啊，党支部书记。我们7个村啊，共同这边算是选举出来的吧，民意所向，是吧？哎，对对对，哎。到底是为什么返回来的？那么我当时是作为一个年轻党员来回来参加我们这边的党员大会啊。那么以前啊，我们就是说什么交通设施啊、农屋房屋啊等等都很烂很差，但是啊每年回来就是看见明显的变化，心头是有触动的。听说我们家乡发展需要年轻人回来，然后就当时跟我们领导说，我说我想回去。你看现在基本上像我们农村只有老人了，像我们这一层年轻人还不回来的话，那现在国家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嘛，起这个一个带动的作用。那以后像我们后面这一批年轻人就可能是回来了，都是90后00后都有。因为之前也有想过回来的，但是回来没有就业方向。现在，那么其实我们中营是2021年5月份才开始，最开始就是主要是由我们整个中乡，那么慢慢的就延伸到其他的，把我们这个影响力做大，带动我们周边的乡镇一起发展。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一个蜜蜂课程，专门有养殖蜜蜂的养殖大户，他们可能会在我们整个教学活动中会给我们同学哈讲解蜜蜂的一些养殖方法以及蜜蜂的一些习性。您刚开始让他们干这个给学生教怎么养蜜蜂这事儿，他们能理解？最开始肯定不行，是实际做了之后，然后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那实际的看到一些成果之后，他才会跟着一起做。3-5万、20000，哎，接待多了，会超过10万这种，超过10万这种。其实我也把我这边的一些特长嘛，针对这种青少年的一些体育知识啊，然后融入到我们这个研学中来。另外，同时回来之后，我们整个中乡这种篮球爱好者啊，体育运动者嘛，晚上给他们球场就组织一些篮球活动啊。不玩了，你叫120来我也不跑了。除了研学，他们还其实还有更多的，就是说一些比如说我们腊肉厂的合作呀，以及黄金水的合作呀，以及我们黄金加工厂的一些合作，都是由我们一起奔跑公司啊做一个平台，把我们外面的企业引进来。我们这个公司嘛，每年会给我们每一个村固定分红的。那么就比如去年啊，我们这个公司给我们7个村哈，每个村分了5万元。您觉得现在这个整个村里和你小时候区别有多大？翻天覆地吧，就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基础设施嘛，最主要还有一个哈，看见农户的一些精气神。您觉得回村之后最好的3件事是什么？最主要是农户对我的一个认可，回来之后了解农村的一个生活，觉得农村这个大舞台哈，其实是也有大作为的。首先这是自己的家乡嘛，自己家乡有这么好一个平台，回来在这里干挺不错的，想着反哺我的家乡吧，然后能够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刘重庆，想让这里的发展更好，想让自己啊贡献力量嘛，奔跑吧，中国一乡。